捡垃圾它是一件很辛苦，然后重复性很高的事，所以很辛苦很脏，人比较不好做的事情，其实比较适合让机器来做。2019年之前，其实我跟我爸还蛮常争执，为了做战事，可一直到他就是的前一个，其实他也是没支持啊。可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应该不是一两个人就做得起来，我们就一起冲看看。真的很辛苦，但是我们都撑过来了，相信接下来的伙伴们一定也可以撑得起来。